大家好，潘大帅，欢迎收看本期大国展观战一把杰克。哟，这皮肤平常不太常见啊。这方面的话，画家、舞女、入殓这三个点不太溜得起来呀。打杰克的话有点难溜的，他得可能抓个舞女，然后或者抓个画家，画家进到舞女的八音阵，牵制一会儿，交幅画。然后呢，待会儿倒地以后佣兵救，救完以后入殓师灵柩，直接给段节奏，才有机会打四人开门战。上来的话是画家，这个点一个孤画家是真的没有办法，上来就一刀无刃啊！一刀无刃甩中呢，基本上就抬走了，就抬走，这个真没办法。这个阵容蛮难打杰克的，你得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你光人自己有很强的操作能力是不够的，你得在一个好的地理位置，自己操作又够好，还要这边队友给到一些辅助才行。那画家的话还行吧，反正这个角色本来就是被抓的，舞女这边过来直接先捞一波，误认好了啊，这边看下误认，误认甩中，飞轮没有能躲掉的话，有闪现的。一刀滑步躲掉，很不错，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有闪现。因为有闪现，所以说即便是你利用滑步减速拉开了身位，一刀无人甩中，好的，那这边可以把舞女挂上。这局前期的一个快速击倒，加上这一波舞女没能救下来，应该是一个死局了。入殓师。给灵柩要给到这个画家，但是入殓师跟画家肯定是见不了面的。那佣兵这边是过来捞一波舞女，还行吧？你说是死局呢？我觉得确实劣势非常大，但我想了一想，可能由于有入殓师的存在，还有一定的机会。这边因为这个画家他并不是一个过半，画家没有过半就还好说。我这边画家还得坐一会儿呢，我舞女这边如果说能够找队友摸一摸状态。后续这三个人再牵制一下，最后入殓师的灵柩再起一波决定性的延缓杰克挂飞的节奏。哎呀，这边佣兵被找到了，那有可能吃双倒啊！一刀无人甩中，好的，再追，哎，这护臂没关，那没了，那没了，那入殓师来救一波也不行啊！这护臂没有的佣兵也溜不动啊！外面的机子，好了，结束了啊，结束了，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。这边入殓师应该是最后来救一波，我们看完这波救人。舞女这里机子跳掉，杰克更多的应该是会防入殓师，因为半血舞女她不太可能过来救人的。有耳鸣，排一下位置，来我们看舞女，舞女这边好像也想救。舞女这边好像也想救，能看到吗？看到了，又来八音盒，一刀无刃甩，漂亮，飞轮灵不错，但是这舞女是个二挂，穷者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要无限救的那个局面，就是你无论如何你终究是要有那么一个人来救人的吧，那你机怎么可能够呢？这边甚至不挂，找到入殓师，误认，甩，漂亮！这把误认好像就没空过啊。闪现一刀吗？留个闪现。舞女这边交紫棋一刀。灵柩倒是可以不交，反正你也不会挂，你不挂我交紫棋。这边舞女交紫棋，佣兵那边翻箱子，尽力了，也只是没办法，这阵容本身就打不过。再加上求职这边还有些许的失误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边结束，感谢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